禅宗专辑点击读诵国语版。破音字漏读，字音请自行对照文字档更正。美国佛教会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网站提供档案下载。禅宗专辑所收经典一览表9902，禅宗专辑点击读诵国语版。五灯录五灯会元宋普记的。五灯会元，一东土祖师出祖菩提达摩大师出祖菩提达摩大师者，南天竺国乡智王第三子也，姓沙地利，本名菩提多罗，后与27祖盘惹多罗至本国受王供养，知师密机，因是令与二兄便所施宝珠，发明新药，继而尊者谓曰：汝于诸法以得通量，夫达摩者通大之意也，一名达摩，因改号菩提达摩。足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当往何国而作佛事，愿垂开示。者曰：汝虽得法，未可远游，且至南天，待吾灭后67载，当往震旦设大法要，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于日下。祖又曰：彼有大事，堪为法器否？千载之下有留难否？者曰：如所化之方，或菩提者不可胜数。吾灭后60余年，彼国有难，水中文部自善降之。汝至时，南方勿住，彼为好有为功业，不见佛理，汝纵到彼，亦不可久留。听吾计曰：路行跨水赴逢阳，独自西西岸渡江，日下可连双相马，二珠嫩贵酒昌昌。又问曰：此后更有何事？者曰：从事已去150年，而有小难。听吾谶曰：心中虽急外口凶，穿下僧房名不重，未遇独龙生无子，忽逢小鼠计无穷。又问此后如何？者曰：却后220年，临下见一人，当得道果。听吾谶曰：震旦虽阔无别路，要假儿孙脚下行，金鸡解玉衣立宿，供养10方罗汉僧，复演诸伎，皆欲趁佛教龙气，是具宝林传及圣咒集。祖公秉教义，扶琴左右垂40年，未尝废却，待尊者顺势，遂演化本国，时有二师，一名佛大仙，二名佛大圣多，本与祖同学佛陀跋陀小乘禅观。佛大仙既欲盘惹多罗尊者，舍小去大，与祖并化，时号二甘露门矣。而佛大圣多更分徒而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无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无德宗，第六寂静宗，各封极界，别染化缘，聚落峥嵘，徒众甚盛。祖喟然叹曰：彼之一师已现牛基，况复之离凡圣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缠邪见。言已，微现神力，至有相宗所，问曰：一切诸法何名实相？彼众中有一尊长萨婆罗答曰：于诸相众不护诸相，是名实相。祖曰：一切诸相而不护者，若名实相，当何定邪？彼曰：
于诸香种植无有定。若定诸香，何名为实？祖曰：诸香不定，便名实香。汝今不定，当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说诸香，当说诸香。其意亦然。祖曰：汝言不定，当谓实香。定不定故，即非实香。彼曰：定即不定，即非实香。知我非故，不定不变。祖曰：汝今不变，何名实香？以变以忘，其意亦然。彼曰：不变当在，在不在故，故变实香，以定其意。祖曰：实香不变，变即非实。于有无中，何名实香？萨婆罗心之圣师玄解前答，即以手指虚空曰：此事世间有香，亦能空故，当我此身得四慈否？祖曰：若解实香，即见非香；若了非香，其色亦然，当于色中不失色体，于非相中不爱有故，若能知解，此名实相。彼众闻已，心意朗然，心理信受。祖瞥然睨机，至无相宗所，问曰：汝言无相，当何证之？彼众中有波罗提答曰：我名无相，心不现故。祖曰：汝心不现，当何名之？彼曰：我名无相，心不取舍，当于名实，亦无当者。祖曰：于诸有无，心不取舍，又无当者，诸名无故。彼曰：入佛三昧，尚无所得，何况无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谁云有无？尚无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说不正，正无所正，非三昧故，我说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当明之？汝既不正，非正何正？波罗提闻祖辩析，即悟本心，礼谢于祖，忏悔往谬。祖既曰：汝当得果，不久正之，此果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现，至定慧宗所，问曰：汝学定慧，为一为二？彼众中有婆蓝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处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祖曰：当一不一，当二不二，既非定慧，曰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复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之哉？不一不二，谁定谁慧？婆蓝陀闻之，疑心冰至，至第四戒行宗所，问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当此戒行，为一为二。彼众中有一贤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一交无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一交，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一交？此二违背。
不及于形，内外非名，何名为界？彼曰：我有内外，彼以知境，既得通达，便是界形。若说违背，俱是俱非。言即清净，即界即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清净？既得通故，何谈内外？贤者闻之，即自惭服，至无德中所。问曰：汝云无德，无德何德？既无所得，亦无得德。彼众中有宝镜者答曰：我说无德，非无得德，当说得德，无德是德。祖曰：德既不得，德亦非得，既云得德，得德何得？彼曰：见德非得，非得是德。若见不得，名为得德。祖曰：德既非得，得德无德，既无所得，当何得德？宝镜闻之，顿除以往，至寂静中所。问曰：何名寂静？于此法中，谁静谁寂？彼众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动，是名为寂，于法无染，名之为静。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静，本来寂故，何用寂静？彼曰：诸法本空，以空空故，于彼空空，故名寂静。祖曰：空空以空，诸法一耳，寂静无相，何静何寂？彼尊者闻之指慧，豁然开悟，寂而六众，贤士归一，由是化被南天，生持五印，经六十载，度无量众。后持意见，王清毁三宝，美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于邪见，寿年不永，运作异处，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恶报应皆因多智之者妄构其说，至于国内就为前王所奉者，悉从废处，祖之矣。叹彼得佛，当何救之？即念无相宗中二首领，其一波罗提者，与王有缘，将正其过；其二宗圣者，非不波变，而无素因。十六宗徒众，一个念言：佛法有难，师何自安？祖遥之众议，即弹指应之。六众闻云：此事我师达摩心想，我等依素行，以赴辞命，即至祖所，礼拜问讯。祖曰：一叶一空，孰能减福？宗圣曰：我虽浅薄，敢担其行。祖曰：汝虽辩慧，道理未全。宗圣自念：我师恐我见王大作佛事，名誉显达，应夺尊威，纵彼福慧未亡，我是沙门受佛教旨，岂难敌也？言弃前去，至王所广说法要及世界苦乐、人天善恶等事。王与之往返止节，无不义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圣曰：如王之化，当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将除邪法；汝所有法，将符合人。祖不起于坐，玄之宗圣亦坐，
去告波罗提曰：宗圣不秉无骄，前化于王，须臾礼屈，如可速救。波罗提公秉足止云：愿假神力言矣。云生足下，至大王前，默然而住。时王正问宗圣，忽见波罗提乘云而至，愕然望其问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来正邪。王心若正，我无邪正。王虽惊异，而骄慢方士，即禀宗圣令出。波罗提曰：王既有道，何定沙门？我虽无解，愿王质问。王怒而问曰：何者是佛？提曰：见性是佛。王曰：师见性否？提曰：我见佛性。王曰：性在何处？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提曰：今现作用。王自不见。王曰：与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吾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王曰：若当用时，几处出现？提曰：若出现时，当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现，当为我说。波罗提即说偈曰：在胎未深，处世为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着，在足运奔，变现俱该杀戒，收摄在衣微尘。使者知是佛性，不时唤作惊魂。王闻偈已，心即开悟，悔谢前非，咨询法要，朝夕望卷，弃于九旬。时宗圣既被赤烛，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岁，八十未飞，二十年来方归佛道，性虽愚昧，行觉瑕疵，不能遇难，生何如此？言气即自头牙，俄有神人以手捧成，置于岩上，安然无损。宗圣曰：我遣沙门，当与正法为主，不能一绝王妃，是以损身自得。何神助？一至于斯，愿垂衣女，以保于年。于是神人乃说偈曰：师寿于百岁，八十而道非，未尽至尊故，修而入道，虽具少智慧，而多有比我所见诸贤等，未尝生真境。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静，聪明轻慢故，而获至于此。得王不敬者，当感果如是，自今不疏待，不久成其志。诸圣悉存心，如来亦复耳。宗圣闻既欣然，即于岩间宴坐。时王复问波罗提曰：仁者智辩，当施何仁？提曰：我所出家，即梭罗四乌沙婆三藏未受业施，其出世施者，即大王疏忽提达摩是也。王闻祖名，惊骇久之，曰：彼不舔四王位，而去邪背正，望我尊书，俱是近臣，特加迎请。祖即随使而至，为王忏悔往非。王闻归谢，泣谢于祖，
又召宗盛归国。大臣奏曰：宗盛被折头牙，今已亡矣。王告祖曰：宗盛之死，皆自于吾，如何大慈，令免私罪？祖曰：宗盛今在岩间宴席，但遣使召，当即治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见宗盛端居禅寂。宗盛蒙召，乃曰：深愧王矣，贫道是处言权，且王国贤德如林，达摩是王之书，六众所师，波罗提法中龙象，愿王崇仰二圣，以服皇基。使者复命，未至，祖谓王曰：知取得宗盛否？王曰：未知。祖曰：依请未至，待命必来。良久使还，果如祖语。祖遂辞王曰：当善修德，不久即坐，吾且去矣。经七日，王乃得疾，国医诊治，有家无抽。贵妻近臣以失前计，即发使告祖曰：王即待至米留，愿书慈悲，远来拯救。祖即至慰问，时宗盛在城王召，即别岩间。波罗提亦来问疾，谓祖曰：当何施慰，令王免苦？祖即令太子为王忧罪施恩，重奉三宝，复未忏悔，愿罪消灭。如是者三。王即有间，施念震旦元熟，行化时至，乃先辞祖塔，赐别同学，后至王所，为而免之曰：当勤修白业，护持三宝，无去非晚。依酒即回。王闻之言，涕泪交集曰：此国何罪？彼土何祥？书既有缘，非吾所指，唯愿不忘父母之国，势必早回。王即去大周，时以重宝功率陈辽，送至海。祖仲明凡三州寒暑，达于南海。时梁普通七年丙午岁九月二十一日也，广州刺史萧昂去主礼迎接，表文武帝，帝览奏，遣使击诏迎庆。当大通元年丁未岁也，普通八年三月改元，十月一日至金陵。帝问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计，有何功德？祖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尽至妙缘，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事求。帝又问：如何是圣帝第一义？祖曰：阔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祖曰：不识。帝不领悟，祖之疾不弃。是月十九日，前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借于洛阳。当为孝明帝孝昌三年也，御旨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知客，谓之闭关婆罗门。时有僧神光者，旷达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览群书，善谈玄理，每叹曰：孔老之交，礼数风规，庄义之书，未尽妙理，
晋文达摩大士住持少林，世人不遥，当造玄境，乃王弼，晨曦三成，祖常端坐面壁，莫闻慧立，光自为曰：昔人求道，敲鼓取穗，刺血祭鸡，不发眼泥，头牙似虎，骨上若死，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坚立不动，持明积雪过膝，足拧而问曰：如久立雪中，当求何事？光悲泪曰：唯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祖曰：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其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计真诚，徒劳勤苦。光闻祖慧力，前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行，汝今断臂无钱，求亦可待。祖遂因与一名曰慧可，可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祖曰：诸佛法印，匪从人得。可曰：我心未明，岂知与安？祖曰：将心来，与汝安。可良久曰：密心了不可得。祖曰：我与汝安心静，月九年，欲反天竺，命门人曰：时将至矣，汝等何各言所得乎？时有道父对曰：如我所见，不识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祖曰：汝得无疲。尼时曰：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门人除矣，人家人佛国一见更不再见。祖曰：汝得无肉。道语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祖曰：汝得无故，最后会可礼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无遂，乃故会可而告之曰：昔如来以正法演复迦叶大士，辗转主类而至于我，我今复汝，汝当护持，并受汝袈裟，以为法信，各有所表，已可知矣。可曰：请师指陈。祖曰：内传法印，以辟正心；外附袈裟，以定宗旨。后代交薄，一律净生。云无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凭何得法？以何正之？汝今受此依法，却后难生。但出此依并无法迹，用以表明其化无碍。至无灭后二百年，依旨不传。法州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潜伏密政千万有余。汝当阐扬，勿轻微物，一念回击，便通本德。听无忌曰：吾本来资土，传法救迷情，依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覆汝，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令诸众生开示悟路。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视之，至时时裂，原吾本离南印来此东土。
建赤县神州有大成气象。岁海月末，为法求人，忌讳未邪，如鱼若讷。今得汝传授，无意以终。别记云：祖初居少林49年，为二祖说法，郊外西珠园，内心无患，心如墙壁，可以入道。会可种种说心性，曾为气理，阻遮其非，不为说无念心体，可呼曰：我以西珠缘。祖曰：莫成断灭去否？可曰：不成断灭。祖曰：此是诸佛所传心体，更勿疑也。言已，乃与徒众往与门前圣寺，止3日，有七成太守杨之早暮佛成，问祖曰：西天五印师承为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应，明之曰祖。又问：此外如何？祖曰：须明他心，知其筋骨，不厌有无，于法无趣，不闲不愚，无迷无悟，若能知解，故称为祖。又曰：弟子归心三宝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视听之言，往之忧错，愿之慈悲，开示宗旨。祖之肯道，即说偈曰：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勤错，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达大道悉过量，通佛心悉出度，不与凡圣同禅，超然明之曰祖。知闻记，悲喜交并，曰：愿师久住世间，化导群友。祖曰：无极是矣，不可久留，根性万差，多逢患难。知曰：为审何人？弟子为师徒得否？祖曰：吾以传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无此理。知曰：师若不言，何表通辩观照之力？祖不惑矣，乃谓谶曰：将茶分玉浪，管具开金锁，五口相共行，九十无比我。知闻语：莫究其端，莫寄于怀，理辞而去。祖之所称，虽当时不测，而后皆浮验，实为是奉事。禅卷如林，光统律师留之三藏者，乃僧中之鸾凤也。祖师演道，赤香指心，美女师论义，是非风气，祖侠镇玄风，普施法语，而天局之良，自不堪任，静气害心，数家毒药，治第六度，以化缘以蔽，传法得人，遂不复救之，端居而逝。即为文帝大统2年丙辰10月5日也。其年12月28日，葬熊耳山，其塔于定林寺。后3岁，为宋云奉旨西域回，遇祖于葱岭，见手携直履，翩翩独士。云问：师何往？祖曰：西天去，云归。据说其事，即门人起矿，为空观，依之阁履存焉，举朝为之惊叹，奉诏取一缕，于少林寺供养。至唐开元15年丁卯岁，未信道者，卸在五台华严寺，今不知所在。
梁武玉祖，因缘未弃，即文化行未邦，遂欲自撰诗碑而未暇也。后闻宋云氏，乃成之。代中元觉大师，塔曰空观，年号一纪年通谱，通论曰：传灯位位孝明，帝亲祖一基，三驱诏命，祖敬不下少林，及祖事迹。宋云自西女孩，玉祖于葱岭，孝庄帝有指令起矿，如南史普通八年，即大通元年也。孝明已逝岁，四月癸丑卒，卒以十月至梁，盖祖未至未时，孝明已去世矣。其子即位未继，为尔朱荣所弑，乃立孝庄帝。由是魏国大乱。越三年，而孝庄卒。又五年分割魏东西魏。然则五祖在少林时，正值其乱，即宋云之牌，则孝庄去世亦五六年，其国至于分割久矣。乌有孝庄令起矿之说乎？按唐史云，后魏末有僧达摩航海而来，祭祖，其年未始，宋云于葱岭回见之，门徒发其目，但有直履而已，此乃失路也。二祖会可大祖禅师，二祖会可大师者，五劳人也，姓姬氏，父祭，未有子时，常自念言：我家崇善，岂令无子？导之祭酒，依稀感一光照世，其母因而怀孕，即长，遂以照世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气不群，博涉诗书，游经玄理，而不是家产，好游山水，后览佛书，超然自得，即抵洛阳龙门香山，依宝镜禅师，出家受具于永穆寺，服游讲寺，便学大小乘意，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终日宴坐，又经八载，于寂寞中书见一神人谓曰：将欲受果，何至此邪？大道匪遥，汝其难矣。祖之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觉头痛如刺，其师欲治之，空中有声曰：此乃幻骨，非常痛也。祖遂以见神至白于师，师视其顶骨，即如五峰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当有所证，神令汝难者，斯则少林达摩大士必汝之师也。祖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传一世机，达摩张据之矣。自少林脱化西归，大师祭产玄风，博求法寺，至北齐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四十，不言明事，欲来舍礼，而问祖曰：弟子身缠风样，请和尚忏罪。祖曰：将罪来，与汝忏。是良久曰：密罪不可得。祖曰：与汝忏罪敬，宜依佛法僧助。是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为审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是曰：今日使之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祖身弃之，即未弃发，云：是无宝也，宜名僧忏。
七年三月十八日，余光福寺受具，自资即监狱，时是今二载。祖乃告曰：菩提达摩远自竹前，以正法掩藏，并信依密缚于吾。吾今受辱，汝当守护，吾令断绝。听吾偈曰：本来原有地，因得种花生；本来无有种，华亦不曾生。祖父依法矣。又曰：汝受无教，一处深山，未可行化，当有国难。叹曰：师既遇之，愿垂示会。祖曰：非吾知也。斯乃达摩传盘惹多罗旋即云：心中虽急，外透凶事也。吾孝年代正在于汝，汝当地思前言，勿离世难。然吾亦有素类，今要酬之，善去善行。四时传父，祖父主矣。即往夜都，随仪说法，一音演唱，四众归一。如是积三十四载，遂韬光混迹，遍异遗乡，或入诸九寺，或过于途门，或习皆谈，或随思因思。一人问之曰：师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吊心，何关汝事？又于管城县匡旧寺三门下谈无上道，听者临会，时有辩合法师者于寺中讲涅经，学徒闻师禅法，稍稍隐去，便可不胜其愤，兴谤于一载敌众看，敌或其邪说，家族以非法，祖依然委顺，时真者未知常在，时年一百七岁，即隋文帝开皇十三年癸丑岁三月十六日也，葬慈州府阳县东北七十里。唐德宗大祖禅师，皓月供奉问长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几业障本来空，为了应虚常宿债，只如师子尊者二祖大师，为甚摸得常债去？沙曰：大德不识本来空。月曰：如何是本来空？沙曰：业障是。曰：如何是业障？沙曰：本来空是。曰：无语。沙以记事之曰：假有缘非有，假灭亦非无，灭常在意，一性更无殊。三祖僧璨见智禅师，三祖僧璨大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初以白衣业二祖，既受度传法，隐于舒州之晚公山，蜀后周武帝破灭佛法，祖往来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食于在，时人无能知者，至隋开皇十二年壬子岁，有沙弥道信，年始十四，来礼祖曰：愿和尚慈悲，起于解脱法门。祖曰：谁负汝？曰：无人负。祖曰：何更求解脱乎？信于言下大悟，服劳九载，后于吉州受戒，侍奉尤谨。祖屡试以玄微，知其渊熟，乃复依法。偈曰：花种虽因地，从地种花生，若无人下种，华得尽无声。祖又曰：昔可大师复无法，后往夜都行化，三十年方中，今无得汝，何至此乎？即是罗浮山悠游二载，却还旧址，于月是明奔趋。
大赦寒宫，祖位四众广宣亲要气，于法会大树下合掌立中。即隋炀帝大业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建制禅师绝技之塔，师信心名曰至道无难，唯贤简则，但莫增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玄格，欲得现前，莫存顺逆，唯顺相争，是谓心病，不识玄智，徒劳念境，圆通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缘，勿助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止动归止，止更米动，为至两边，明知一种，一种不通，两处失功，前有没有，从空被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归根得止，随照失踪，虚与反照，胜却前空，前空转变，皆由妄见，不用求真，唯虚希见，二见不住，甚莫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二由一有，一意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救，无救无法，不生不心，能由静灭，静如能沉，静由能静，能由静能，欲知两断，原是一空，一空同两，其含万象，不见经粗，宁有天荡，大道体宽，无易无难，小见狐疑，转急转迟，直之失度，必路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处，任性何道，逍遥绝脑，细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劳神，何用舒心，欲取一成，勿恶六尘，六尘不恶，孩童正觉，智者无为，愚人自负，法无一法，妄自爱着，将心用心，岂非大错，迷生即乱，物无好物，一切二边，良由斟酌，梦幻空花，何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眼若不睡，诸梦自除，心若不易，万法一如，一如体玄，物耳望圆，万法其观，归复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动无动，动止无止，两计不成，一何有耳，究竟穷极，不存鬼则，气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尽境，正信调直，一切不留，无可记忆，虚名自照，不劳心力，非思量处，实情难测，真如法界，无他无自，要即相应，唯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言，一念万年，无在不在，十方目前，即小同大，妄觉境界，即大同小，不见边表，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虑不必，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四祖道信大一
禅师四祖道信大师者，姓司马氏，世居河内，后徙于州广济县，生而超逸，又目空中诸解脱门，宛如素习，祭祀祖峰，摄心无昧，携不至习者仅60年，随大业13，载领徒众抵吉州，执群道为城，七旬不解，万众惶怖，足引之，教令念摩诃盘惹，时贼众望至别，兼若有神兵，乃相谓曰：“城内必有一人，不可攻矣。”稍稍悄悄隐去。唐武德假身，遂失却返春，住破头山，学履云真。一日往黄梅县，路逢一小儿，骨相奇秀，一呼长童，祖问曰：“子何姓？”答曰：“姓吉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姓。”祖曰：“汝无姓邪？”答曰：“姓空，故无。”祖莫至其法器，即彼逝者至其母所，岂令出家？母以素缘故，殊无难色，遂舍为弟子，以致复法传一。即曰：“华中有生性，因得华生生，大缘与性合，当生生不生。”遂以学徒为之。一日告众曰：“吾武德中有庐山，登绝顶，望破头山，见紫云如盖，下有白气，横分六道，汝等会否？”众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尚他后横出一支佛法否？”祖曰：“善。”后真官鬼卯岁，太宗相师到位，欲沾封蔡，赵赴京，祖上表训谢，前后三番，竟以及辞。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手来。”使至山御止，祖乃引进就任，神色俨然。使一之，回以状文。帝米迦钦目，就似真僧，以遂其志。弃高宗永徽辛亥岁闰9月4日，忽垂戒门人曰：“一切诸法悉皆解脱，汝等各自护念，留化未来。”言弃安坐而逝。寿72，塔于本山。明年4月8日，塔户无故自开，遗香如生。而后门人不敢复辟，代宗大一禅师慈云之塔，五祖弘忍大满禅师五祖弘忍大师者，齐州黄梅人也。先为破头山中栽松道者，常请于四祖曰：“法道可得闻乎？”祖曰：“如已老，颇有闻，其能广化邪？倘若再来，无上可持汝。”乃去。行水边，见一女子换衣，衣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诺。”我即敢行。女手肯之，遂回侧而去。女周氏继子也，归折运，父母大恶，逐之。女无所归，日拥房里中，悉止于众管之下，以儿生一子，以为不祥，因抛着港中，明日见之，流而上，气体鲜明，大惊，遂举之，成童。随母起时，里人呼谓无幸儿，逢一至者，他
叹曰：“此子缺七种香，不逮如来。”后与信大师得法寺，化于破头山。闲想中有一居士，姓卢名慧能，自新州来三夜。祖问曰：“汝自何来？”卢曰：“岭南。”祖曰：“欲须何事？”卢曰：“唯求作佛。”祖曰：“岭南人无佛性，若未得佛。”卢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岂然？”祖师是一人，乃喝曰：“这草场去。”卢礼足而退，便入对房，伏劳于楚旧之间，昼夜不息。经八月，祖师复受时至，遂告众曰：“正法难解，不可徒计无言。时未几任，汝等各自随意数一计，若与一名符，则依法皆复。”时会下七百余僧，上座神修者，学通内外，众所宗仰。贤推称曰：“若非尊秀，愁敢当之。”神秀谢灵众誉，不复思维，乃于廊壁书一记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祖因惊醒，忽见此记，知是神秀所述，乃赞叹曰：“后代依此修行，亦得圣果。其弟本欲另处，是卢真慧能加变相，即见题记在壁，遂止不化，各令念诵。卢在对房，忽灵诵记，乃问同学：“是何章句？”同学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寺，另各述心记。此则秀上座所述，和尚身家探赏，必将复法传一也。”卢曰：“其迹云何？”同学未诵。卢良久曰：“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同学喝曰：“庸流何之？勿发狂言。”卢曰：“子不信邪，愿以一迹合之。”同学不答，相视而笑。卢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卢自秉烛，请别驾张日用于秀记之策，写一记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祖后见此记曰：“此事谁作？”亦未见性，众闻之语，遂不知故。待夜，祖前一对房，问曰：“你白也未？”卢曰：“白也，未有筛。”祖于对以杖三击之，卢即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诸佛出世为一大事，故随机大小而引导之。”遂有时得三乘顿剑等指，以为教门，然以无上微妙秘密渊明，真实正法掩藏覆于上首大迦叶尊者，辗转传授二十八世，至达摩界于此土，得可大师承袭以至于今，以法宝及所传袈裟用覆于汝，擅自保护，无令断绝。听无忌曰：“有情来下种，因得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如行者贵受依法。”起曰：“法则即受，依附何人？”祖曰：“悉达摩出世，人未知信，故传依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依乃争端。”止于汝身，不复传也。且当援引，
四时行化。所谓受衣之人，命如悬丝也。卢曰：当引何所？祖曰：冯怀即至，欲会且藏。卢礼足矣，捧衣而出。事业难迈，大众莫之。吾祖自后不复上堂，大众疑怪。质问祖曰：吾道行矣，何更寻之？复问：依法谁得邪？祖曰：能者得。于是众议卢行者名能，寻访祭之，前之彼得，即共分烛。吾祖既复依法，复经四载，至上元二年，呼告众曰：吾今事毕，时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至。受期时有四，建塔于黄梅之东山，代宗大满禅师法语之塔。六祖慧能大建禅师，六祖慧能大师者，俗姓卢氏，其先范阳人，父行王家尧，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战及燕，三岁丧父，其母守志，居养极长，家有贫陋，失巧才已给。一日父亲至室中，闻客读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问客曰：此何法也？得于何人？客曰：此名金刚经，得于黄梅忍大师。祖具告其母以为法寻师之意，直抵韶州，欲高行士刘志略结为交友。迷无尽藏者，即志略之孤也，常读涅经，师赞听之，即为解说其意。迷遂执卷问字，祖曰：字即不识，亦即请问。迷曰：字尚不识，何能会意？祖曰：诸佛庙里非观文字，迷经一之。告乡里爱曰：能是有道之人，以请供养。于是居人进来瞻礼，近有宝林古寺就地，众议迎击，彼祖居之，四众勿及，俄成宝房。祖一日呼自念曰：我求大法，岂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乐昌县西山石室监狱致远禅师。祖遂请意，远曰：观子神姿爽波，待非常人。吾闻西域菩提达摩传心印于黄梅，汝当王比三绝。祖辞去，直到黄梅之东山，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师一见，默而识之，后传依法，令隐于怀集四会之间。至宜凤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借南海，欲印宗法师与法性四讲涅经，祖欲指廊午间，木叶风扬沙帆，闻二僧对论，一曰幡动，一曰风动，往复酬答，曾未气理。祖曰：可容俗流者欲高论否？只以风帆非动，动自心耳。印宗窃灵词语，悚然一之。明日邀祖入室，指风帆之意，祖具以礼告。印宗不觉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师位是谁？祖更无所隐，直去得法因由。于是印宗执弟子之礼，请受禅药，乃告四众曰：印宗具足凡夫，今与肉身菩萨，乃指坐下卢居士曰：即此事也。
因请出所传信一。西令詹礼。至正月十五日。会诸明德。为之辟发。二月八日。旧法性四世光律师受满分戒。其戒坛。即宋朝求纳拔佛三藏之所至也。三藏纪云。后当有肉身菩萨在此坛受戒。又梁末真谛三藏于坛之侧手持二菩提树。谓众曰：却后一百二十年，有大开示于此树下演无上乘，度无量众，祖具戒已。于此树下开东山法门，宛如素气。明年二月八日，呼谓众曰：吾不愿此居，欲归旧隐。即印宗与资白千余人，送祖归宝林寺。韶州刺史为具，请于大梵寺转妙法轮，并受无相新地界门人记录，目未谈经，盛行于世。后返曹溪，与大法语学者不下千数。中宗神龙元年降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成。二师并推让曰：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依法，可就笔问。今遣内侍薛简持诏迎请，愿师慈念，速复上京。祖上表辞疾，愿中临路。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知有也。为沈师所说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见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若无生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作邪？简曰：弟子回主上必问，愿和尚慈悲，只是心要。祖曰：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意，明暗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明。故经云：法无有彼，无相待故。简曰：明欲智慧，暗况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凭何出离？祖曰：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烦恼者，此是二乘小见，阳路等机，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简曰：如何是大乘见解？祖曰：明与无明，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烦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长，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明之曰道。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意外道？祖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无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无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沙。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
词归阙。表奏俗语：有诏谢师，并赐摩纳袈裟绢500匹宝钵衣扣。12月19日，敕改古堡临危中兴寺。3年11月18日，又敕韶州刺史众家重事，赐额为法权寺，祖新州旧居为国恩寺。一日，祖谓众曰：“诸善知识，汝等个个静心，听吾说法。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若欲成就众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彼相众不生增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荣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诚净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得有种，能含藏长阳，成就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辟诸种子，欲滋甘窍，悉得发生，成无执者，觉获菩提，依无行者，定证妙果。先天元年告诸四众曰：吾舔受忍大师依法，今为汝等说法，不复其一，盖汝等信根纯熟，决定不移，堪忍大事。听吾偈曰：心地含诸众，普与悉皆生，顿悟华情矣，菩提果自成。说偈已，复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慎悟观境即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常有僧举卧轮禅师偈曰：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常。祖闻之曰：此即为明心地，若依而行之，释迦系父因是一偈曰：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竖起，菩提作魔常。卧轮非明即住处也。祖说法立生，经40载。其年7月6日，命弟子往新州国恩寺见报恩塔，仍令备功。又有属僧名方便来也曰：善捏塑。祖正色曰：是塑看方便不灵止，乃塑祖真，可高7尺，曲尽其妙。祖观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愁以衣物，便礼谢而去。先天2年7月1日，为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宿李州籍，时大众哀慕，起诗写注。祖曰：诸佛出现，由是念，有来必去，礼义常然，无此行牌，归必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却回。祖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寇。又问师之法眼，何人传授？祖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又问后末有难否？祖曰：吾灭后5-6年，
当有一人来取无寿，听无忌曰：头上痒亲，口里虚贪，欲满之难。杨柳未关。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在家，一出家，同时兴化，建立无宗，地基伽蓝，昌隆法寺，延气，往新州国恩寺，沐浴家夫而化，一乡袭人，白红属地。及其年八月三日也，时韶新两郡各修灵塔，道俗莫觉所知。两郡四史共焚香祝曰：香烟隐处，即师之女归焉。时炉香腾涌，直贯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寿七十六。时韶州四史为具撰碑，门人意念取手之计，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之境。塔中有达摩所传信衣，昔女屈不也，积木棉华新之城，后人以壁卷为中宗四摩那宝钵，以便塑真道具等。主塔侍者知之。开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闻塔中如拽铁所生，僧众惊起，见一孝子从塔中走出，寻见师境有伤，据以贼是闻于州县县令杨侃刺史柳无险得谍，切家擒捉。五月于石角村捕得贼人，送韶州居问云：姓张名姓满，汝州梁县人，于洪州开元寺受新罗僧金大碑前二十天，另取六祖大师首归海东供养。留守文状未及家行，乃公至曹溪，问祖上族令涛曰：如何处断？涛曰：若以国法论，理须诸夷，但以佛教慈悲冤亲平等，况彼欲求供养，罪可恕矣。留守家叹曰：使之佛门广大，遂赦之。而后甚有名贤赞述，谈之真意，文凡不露。上元元年肃宗遣使就请之衣钵，归内供养。至永泰元年，公元七六五年五月五日，代宗孟六祖大师请衣钵。七日，是四使杨曰：朕孟感禅师请传法袈裟却归曹溪，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为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众亲承宗职者严加守护，勿令遗坠。后或为人偷窃，皆不远而获。如是者数次。宪宗大见禅师，塔曰元和灵照，皇朝开宝出，王师平南海刘氏残兵作梗，祖师塔庙居位未尽，而真身为守塔僧保护，一无所损。寻有志兴修，功未尽，会太宗皇帝即位，留心禅宗，颇增壮丽焉。五灯会元卷第二四祖大一禅师唐初法寺牛头山法荣禅师，牛头山法荣禅师者，润州延陵人也，姓韦氏，年十九，学通经世，寻阅大部盘惹，晓达真空。忽一日叹曰：儒道是典，非究竟法。盘惹正观出世周行，遂隐茅山，头失落发，后入牛头山幽栖寺北岩之石室，
有百鸟御花之意。唐贞观中，四祖遥观气象，知彼山有奇异之人，乃公自寻访，问四僧：此间有道人否？曰：出家儿那个不是道人。祖曰：啊，那个是道人。僧无对。别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许，有一懒容，见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么？祖遂入山，见师端坐自若，曾无所顾。祖问曰：在此做甚么？师曰：观心。祖曰：观是何人？心是何物？师无对，便起作礼曰：大德高妻何所？祖曰：贫道不觉所止，或东或西。师曰：还识道信禅师否？祖曰：何以问他？师曰：向德资就，即依礼业。祖曰：道信禅师，贫道是也。师曰：因何将此？祖曰：特来相访，莫更有宴席之处否？师指后面曰：别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绕庵唯见虎狼之类，祖乃举两手作布示。师曰：有这个在。祖曰：这个是甚么？师无语，稍选。祖却于师宴坐时上书一佛字，师睹之悚然。祖曰：有这个在。师未晓，乃稽首请说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界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缺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成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师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师曰：既不许作观行，于静起时，心如何对治？祖曰：静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明，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便知，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异，无受叹大师顿教法门，今复于汝，汝今地受无言，只住此山。向后当有五人答者，少汝玄化，祖父法器，遂返双峰终老。师自尔法习大圣，唐永辉中，徒众发粮。师往丹阳元化，去三八十里，功夫米一十八斗，朝往木台，功僧三百，二十不却。三年，亦在萧元善请于建初寺讲大盘惹经，听者云集，
是灭尽品。帝谓之震动。蒋罢归山。伯陵王问之曰：近元色发时，不言元色起，云何得之源？乃欲悉其起。师曰：近色出发时，色近而性空，本无之源者，心两与之同，照本发非发，而时起自息，报暗生绝缘，心时缘不足，至如未生前，色心非养育，从空本无念，享受焉念生，起发未曾起，起用佛教令。问曰：闭目不见色，近虑乃变多，色既不关心，近从何处发？师曰：闭目不见色，内心动虑多，幻时假成用，起明中不过，知色不关心，心亦不关人，随行有相转，鸟去空中真。问曰：静发无处所，缘绝了之声，静谢绝还转，绝乃变为静。若以心业心，还未绝所绝，从之随随去，不离生灭际。师曰：色心前后中，实无缘起静，一念自明妄，谁能记动静？此之自无知，知之缘不会，当自检本行，何须求欲外？前境不变谢，后念不来心，求月之玄影，讨机如飞禽，欲知心本性，还如是梦里。辟之六月冰，处处皆相似，避空中不脱，求空复不成，借问镜中相，心从何处生？问曰：恰恰用心时，若未安隐好。师曰：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屈坦明相劳，直说无繁重。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今说无心处，不与有心殊。问曰：智者隐妙言，与心相会当，言与心路别，何得万倍乖？师曰：方便说妙言，破病大成道，非观本性谈，还从空化道，无念未真常，终当觉心路，离念性不动，生灭无乖物，古想既有生，镜像能回顾。问曰：行者体静有，因觉之静亡，前觉及后觉，并静有三心。师曰：静用非体觉，觉罢不应思，因觉之静亡，觉时静不起，前觉及后觉，并静有三时。问曰：注定俱不转，将未正三昧，诸业不能迁，不知系无名，徐徐涅其后。师曰：复闻别有人，须止起心凉，三中事不成，不转还虚妄，心未正受缚，未知静业障，心尘万分一，不了说无名，细细习因起，徐徐凝相生，风来波浪转，欲静水还平，更欲前途说，恐为后心惊，无念大受口，性空下双薄，星散会草摧，纵横飞鸟落，五道定分轮，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还如利剑灼。问曰：赖觉之万法，万法本来然，若假照用心，得照用心，不应心理事。师曰：赖觉之万法，
万法中无碍。若假咒用心，应不在心外。问曰：随随无减则，明心不现前，复虑心暗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复难除。师曰：有死不可有，寻死不可寻，无减即真则，得暗出明心，虑者心明昧，存心脱功行，可论智障难，智佛方未定。问曰：折中消息间，时亦难安，自非用行人，此难中难见。师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难易，先观心处心，四推至中至，第三照推者，第四通无际，第五解脱明，第六等真为，第七知法本，第八慈无为，第九变空因，第十云雨备，最近彼无觉，无名生本质，尽相现三业，幻人化四渠，不住空边境，当照有中无，不出空有内，未将空有据，号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说，安无处安，用行何能觉？问曰：别有一种人，善解空无相，口言定乱一，复道有中无，同证用常计，知觉计常用，用心会真理，复言用无用，智慧方便多，言乱与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时心会，既知心会非，心心复相明，如是难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师曰：别有证空者，还如前记论，凭空守寂灭，实见暂时翻，会真是心凉，终知未了缘。又说悉心用，多质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劳矣，永劫住忧时，报相都不知，放光遍动地，与彼欲何谓？问曰：前见看心者，复有罗难。师曰：看心有罗，幻心何待看？况无幻心者，从容下口难。问曰：久有大基业，心路插户间，得觉微细障，即达于真迹，自非善巧师，无能觉此理，仰为我大师，当为开药门，引导用心者，不令师正道。师曰：法性本基业，梦境成插户，实相微细深，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事，哀怨悯群生，托以广设问，报理内常明，生死幽静彻，毁誉心不惊，野老显分达，法相馈来仪，萌发群生药，还如色性味，显庆元年，一载萧元善请助见出，师死不豁免，遂命入世上首制严复竹法印，令以四传授，将下山谓众曰：吾不复见此山矣。时鸟兽哀嚎，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树，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正月23日，不疾而逝，贬于基隆山。四祖下二世金陵牛头山荣禅师法寺牛头山智严禅师，牛头山智严禅师者，屈阿人也，姓化氏，若冠智勇过人，身长7尺6寸，随大业中尉郎将，常
常以公挂一律水囊，随行所至即用。类从大将征讨，频立战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起出家，入苏州宛公山，从宝月禅师为弟子。后一日宴坐，睹一僧身长丈余，神姿爽波，瓷器清朗，谓师曰：“清八十出家，宜家精进，言气不见，常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涨，师依然不动，其水自退，有猎者遇之，因改过修善。复有西同从军者二人，闻师隐遁，乃共入山寻之。既见，因谓师曰：‘狼将狂邪，何谓助此？’师曰：‘我狂欲醒，君狂正发。夫是色阴生，贪荣冒宠，流转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叹息而去。师后夜荣禅师发明大事，荣谓师曰：‘吾受信大师真诀，所得都亡，设有依法胜过灭，吾说亦如梦幻。夫依尘飞而一天，依戒堕而覆地，汝今已过此涧，吾复何云？山门化道，当付之于汝。’师禀命为第二世，后以正法复方禅师。师住白马七玄两寺，又迁石头城。于一凤二年正月十日逝灭，颜色不变，屈身如生。事有异香，惊寻不歇，遗言水葬焉。中山潭璀禅师，金陵中山潭璀禅师者，吴郡人也，姓燕氏，初夜荣禅师，荣目而其之，乃告之曰：‘色声为无声之震毒，受想是至人之坑境，子知之乎？’师默而审之，大悟玄旨，寻会稽中山，多历年所，毛安瓦否，以终老焉。唐天寿三年二月六日，天然入定，七日而灭。四祖下三世，四世不列张四次，祖下五世金陵牛头山持禅师法寺牛头山智威禅师牛头山智威禅师者，江宁人也，姓陈氏，依天宝寺同法师出家，夜法持禅师，传授正法。自尔江左学徒皆奔走门下，有会中者，目为法器。师常有记事曰：‘莫细念，念成生死河，轮回六趣海，无见出长波。’中答曰：‘念想由来幻，性自无终止，若得此众意，长波当自止。’师又是记曰：‘于本性虚无，原妄生人我，如何希望情，还归空处坐？’中答曰：‘虚无是实体，人我何所存？妄情不虚兮，即攀惹传。’师知其了悟，乃复以愿事，随缘化道，终于焉作寺。四祖下六世金陵牛头山威禅师法寺牛头山会中禅师牛头山会中禅师者，润州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业于庄严寺，闻威禅师出世，乃往谒之。威台见曰：‘山主来也。’师感悟威之，遂给事左右。后辞一诸方群里，威于巨界院，见凌霄腾欲下尾翠，人欲伐之，因谓之曰：‘勿见。’
会中拍时，此藤更生，即失回，果如其言，即以山门覆主气，出居焉作四，失平生一纳不易，气用为一当，常有公僧孤良邻，道者窥伺，虎未守之，县令张勋者至山顶夜问师有何徒弟，师曰有三五人，训曰如何得见，师敲禅状，有三虎啸吼而出，训惊步而退，后众请入城，居庄严旧寺，师欲于殿东别创法堂，先有古墓，群雀巢其上，工人将伐之，师谓雀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气群雀乃迁巢他树，出筑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复前资业意，遂不日而就，昼是四方学徒云集，得法者有34人，各住一方，转化多众，师有安心计曰人法双净，善恶两忘，执心真实，菩提道场，大历3年时事前挂当树挂一藤忽盛夏忽死，4年6月15日即僧不撒气，命侍者净发欲身，至夜有瑞云覆其精舍，空中复闻天乐之声，结旦依然作画，时风雨暴作，震折林木，复有白虹贯于岩壑。5年春，菩提或设立不可胜计，安国玄挺禅师、宣州安国寺玄挺禅师出三微禅师，势力四有讲华严，僧问真性缘起，其意云何，微良久，师具诏曰大德正听一念，问时是真性中缘起，其僧言下大悟，或问南宗自何而立，曰新宗非南北，天柱重会禅师、舒州天柱山重会禅师者彭州人也，姓陈氏，唐前元初往舒州天柱山创寺，永泰元年赐额。僧问如何是天柱境，师曰主步山高难见日，欲境峰前一小人，问达摩未来此土时还有佛法也无，师曰未来且至，即今是作魔生，曰某假不会，岂师指示，师曰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僧无语，师父曰离会魔，曰不会，师曰自己分上作魔生，干他达摩来与未来作魔，他家来大肆卖卜汉，见汝不会，为汝追破卦文，才生吉凶，尽在汝分上，一切自叹。僧曰如何是解不底人，师曰汝才出门时便不重也，问如何是天柱家风，师曰时有白云来庇护，更无风月似山流，问王僧迁化向甚魔处去也，师曰月风高长积翠，书将明月色光辉，问如何是大通智圣佛，师曰旷大劫来未曾拥至，不是大通智圣佛是甚魔，曰为甚魔佛法不现前，师曰只为汝不会，所以成不现前，
汝若会，却已无佛可成。问：如何是道？师曰：白云覆青障，风鸟不停花。问：从上诸圣有何言说？师曰：汝今见吾有何言说？问：宗门中事，请师解唱。师曰：石牛长吼真空外，木马嘶石月隐山。问：如何是和尚立人处？师曰：一女普姿，千山秀色。问：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师曰：独步千峰顶，悠游九曲泉。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白猿豹子来青藏，蜂蝶玉花绿蕊间。大历十四年归迹，塔于山之背。鹤林玄素禅师，润州鹤林玄素禅师者，鄢陵人也，姓马氏，晚三微禅师，遂悟姓宗，后居鹤林寺。一日有仆者礼谒，愿就所居办公。师欣然而往，众皆见讶。师曰：佛性平等，贤于一致，但可度者无极度之，复何差别之有？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会即不会，疑即不疑。又曰：不会不疑底，不疑不会底。有僧叩门，师问：是甚么人？曰：是僧。师曰：非但是僧，佛来已不得。曰：为甚么不得？师曰：吾汝七佛处，四祖下七世金陵牛头山中禅师法寺佛窟为则禅师天台山佛窟言为则禅师者，京兆人也，姓长孙氏，初夜中禅师，大悟玄智，乃曰：天地无物也，物我无物也，虽无物也，而未尝无物也。如此，则圣人如影，百姓如梦，孰为死生哉？智人以智能独照，能为万物主，无知之矣。遂南游天台，隐于瀑布之西沿。缘河中慕道者日至，有弟子可宿，遂住室庐，建成法席。佛窟之称自师时也。僧问：如何是那罗延见？师曰：中德也。忽一日告门人曰：汝其免之。月二日，家夫而祭。后三年，塔全身于本山。唐韩传碑，今存国清寺。鹤林素禅师法寺净山道亲禅师杭州净山道亲禅师者，苏州昆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英儒教，年二十八，欲宿禅师。谓之曰：观子神气温翠，真法宝也。师感悟，因求为弟子宿公与落发，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境即至。师遂南迈，抵临安，见东北依山，因问桥者，桥曰：此境山也。乃住西焉。僧问：如何是道？师曰：山上有鲤鱼，海底有鹏尘。马祖令人送书道，书中作一元香，师发间于元香中的一点，却封回中国诗文。乃云：亲师犹被马师惑。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汝问不当，
曰：如何得当？师曰：待吾灭后，即向汝说。马祖令至旁来问：十二时中以何为敬？师曰：待汝回去时有信。旁曰：如今便回去。师曰：传语却须问去。曹溪催赵公问：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师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公于是有省。唐大历三年，代宗赵氏阙下，亲家瞻礼。一日，同中国师在内廷坐祀，见帝驾来，师起立。帝曰：师何以起？师曰：谭月何德相似，威仪中见贫道。帝曰：为国师曰，欲惜亲师一名。国师欣然奉诏，乃赐号国一焉。后辞归本山。于贞元八年十二月是吉，说法而至。大觉禅师，四祖下八世佛呼则禅师，法寺天台云居士禅师，天台山云居士禅师，常有花烟院。僧继宗问：见性成佛，其意云何？师曰：清净之性，本来湛然，无有动摇，不属有无尽会长短取舍，体自然，如是明见，乃明见性。性即佛，佛即性，故曰见性成佛。曰：性即清净，不属有无，因何有见？师曰：见无所见。曰：既无所见，何更有见？师曰：见处亦无。曰：如是见时，是谁之见？师曰：吾有能见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师曰：汝知否？忘记未有，即有能所，乃得明迷。随见生界，便堕生死。明见之人即不然，终日见，未常见，求明处体相不可得，能所拒绝，名为见性。曰：此性变一切处否？师曰：无处不变。曰：凡夫具否？师曰：上言无处不变，岂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诸佛菩萨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独因此苦，何曾得变？师曰：凡夫于清净性重计有能所，即堕生死。诸佛大士善知清净性中不属有无，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说，即有能了不了人。师曰：了尚不可得，岂有能了人乎？曰：治理如何？师曰：我以要言之，汝即应念清净性中无有凡圣，亦无了不了人。凡之与圣，二俱是名。若随名生解，即堕生死。若知假名不实，即无有当名者。又曰：此事即究竟处。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见有尽慧，凡圣亦是大病，作无凡圣解，又属波无因果。见有清净性可欺止，亦大病，作不欺止解，亦大病。然清净性中虽无动摇，具不坏方便应用，即心慈运悲，如是心运之处，即全清净之性，可谓见性成佛矣。继宗曰：
礼谢而退。径山国一亲禅师法寺鸟科道林禅师杭州鸟科道林禅师，本郡富阳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孟日光入口，因而有身，及旦，异乡满室，遂名香光。九岁出家，二十一于荆州果院寺受戒，后以长安西明寺副理法师学华严经起信论，理事以真妄诵，比修禅那。师问曰：“出云何观？云何用心？”礼久而无言。师三礼而退。蜀代宗赵国一禅师智却，师乃谒之，遂得正法，即南归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十道俗共为法会。师振息而入，有灵隐寺韬光法师问曰：“此之法会，何以作声？”师曰：“无声谁知是会？”后见秦望山有长松，枝叶繁茂，盘曲如盖，遂栖止其上，故时人谓之鸟科禅师。复有雀巢于其侧，自然寻暇，人亦目谓雀巢和尚，有事者会通。忽一日欲辞去，师问曰：“汝今何往？”对曰：“慧通未法出家，和尚不垂慈慧，今往诸方学佛法去。”师曰：“若是佛法，吾此间亦有少许。”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师于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领悟玄旨。缘何中，白居易侍郎出手资讯，因入山谒师，问曰：“禅师住处甚危险？”师曰：“太守危险尤甚。”白曰：“弟子未镇江山，何险之有？”师曰：“心火相交，时性不停，得非险乎？”又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曰：“三岁孩儿也解任魔道。”师曰：“三岁孩儿虽道德，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礼而退。师于长庆四年二月十日告示者曰：“吾今报信，言弃作王。有云师名元修者，孔氏号五祖大满禅师旁出法寺北宗神秀禅师，北宗神秀禅师者，耶舍三藏智云，更得生玄旨，通尊昧一尊，比肩三九足，足下一毛分，开封人也，姓李氏，少亲如叶，博通多闻，俄舍爱出家，寻师访道，至齐州双峰东山寺，欲五祖以坐禅为悟，乃叹服曰：‘此真无师也，是心苦结，以调其自意而求其道。’祖莫视之，身家器重，祖继世灭，秀遂住江陵当阳山。唐武后闻之，诏至都下，于内道场供养，特加亲礼，命于旧山制度门寺，以经其德。时王公士庶皆望臣拜服。继中宗即位，尤加礼重。大臣张说常问法要，执弟子礼。师有记事众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将心外求，舍父逃走。”神龙二年于东都天宫寺入灭，大通禅师与以法悟，送殡于龙门，递送至脚。王公士庶皆至葬所，
张说即使是如同一个位卑雷门人府祭一服等，并为朝野所重。松月会安国师，松月会安国师，夜舍三藏志云：九女出人伦，八女绝婚姻，九床天六角，新祖重中尊，荆州之江人也，姓魏氏，隋开皇时期年阔天下司度僧尼，堪诗，诗曰：本无名，遂遁于山谷，大业中，大发丁夫开通济渠，积挑乡镇，诗起时已就之，获济者众，杨帝指诗不复，潜入太和山，祭帝姓江都，海内扰攘，乃仗西登横越，行透脱行，唐贞观中至黄梅叶人祖，遂得新药。林德元年游终南山石壁，因指焉，高宗常照，师不奉照，于是便立名基至松韶云：是吾中焉之德也。自耳禅者伏凑，有坦然怀让二僧来三问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何不问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师曰：当观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师以目开何视之，然于言下之归，让乃及夜曹息，午后止至辇下，待以师礼，与秀禅师同家亲重。后常问师：甲子多少？师曰：不计。后曰：何不计邪？师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环，环无起尽，焉用继位？况此心留住，中间无见，见偶起灭者，乃妄想耳。从初时至动相灭时，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计乎？后闻积丧，信受。神龙二年中，宗四子袈裟，度弟子二七人，仍沿入晋中供养。三年，又赐摩纳，辞归松月。是年三月三日，主门人曰：吾死矣，将尸向林中，待野火焚之。额尔万回宫来，见尸猖狂，握手言论，棒事轻耳，都不体会。至八日，庇护掩身而祭。春秋128，隋开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龙三年己酉灭，时称老安国师，门人尊至，于至林间，果野火自燃，唯得舍利80粒，内五粒色子，留于宫中。至先天二年，门人见浮屠烟，蒙山道明禅师，元州蒙山道明禅师者，鄱阳人，陈宣帝之义也。国王落于民间，以其王孙常受属，因有将军之号，少于永昌寺出家，墓道颇切，往依五祖法会，即意烟寻出无解悟，即闻五祖密父依法与如行者，即律同治数十人，聂机追逐，至大余岭，师最先见，余备未及，如见师奔至，即至衣钵于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征邪？任君将去，师遂举之，如山不动，持杵耸立，乃曰：我来求法，非为衣也，愿行者开示于我。如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任摩时，
阿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师当下大悟，遍体汗流，气里数败，问曰：上来密与你意外，还更别有意识否？卢曰：我今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反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边。师曰：某甲虽在黄梅随众，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只受禄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师也。卢曰：汝若如是，则吾与汝同吃黄梅，擅自护持。师又问：某甲向后以往何所？卢曰：逢缘可止，欲蒙即居。师礼谢，俱回至岭下，谓众人曰：向至崔嵬，远望杳无踪迹，当别道寻之。皆以为然。师既回，遂独往庐山步水台，经三载后，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第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进浅过岭南，三里六祖，五祖下二世辈宗秀禅师法寺，五台巨方禅师，五台山巨方禅师，安陆人也，姓曹氏，又秉业于宁福院朗禅师，初讲经论，后三禅会，即到北宗。秀问曰：白云散处如何？师曰：不昧。秀又问：到此间后如何？师曰：正见一只生五叶。秀默许之。入室是对，应机无双，寻至上党寒岭居焉。数岁之间，种营千数，后于五台山产化二十余年。事迹塔于本山，中条至峰禅师和中府中条山至峰禅师，姓吴氏，初习为时论，至于宁乡，未知是所结，乃发愤罢讲，由方见秀禅师，疑心顿世，乃辞去，居于湖金安峰，不下三十年。木石见隐，周穆未闻生见安国愿居之，资素归一，冲冲不绝。使君问曰：某今日后如何？师曰：日从蒙寺出，照树全无影，使君初不能遇，拱衣而退，少选开窍，释然自得。师来往中条山二十余年，得其道者不可胜计。灭后，门人于州城北建塔焉，降魔藏禅师兖州降魔藏禅师，赵俊人也，姓王氏，父为豪怨，十七岁出家，实属也多妖怪，魅惑于人。师孤行制服，曾无少位，故得降魔名焉。即依广福院名赞禅师落发，后遇北宗圣化，便是叩衣。秀问曰：汝名降魔，此无三经木怪，汝翻作魔邪？师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议境界。师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玄寂之曰：汝与少之虚有缘。师寻入泰山，数人学者云集，一日告门人曰：吾今劳秀，物极有归，言弃而逝。寿州道术禅师，寿州道术禅师，唐州人也，姓温氏，又判荆棘，年将五十，
因遇高僧忧郁，遂是出家。李本部明月山会文未师，师此乎年长，求法焉迟，立志游方，无所不至。后归东洛，欲秀禅师，言下之微，乃捕寿州三峰山，结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谈诡异，于言笑外化作佛行及菩萨罗汉天等行，或放神光，或成声相，师之学徒睹之，皆不能测。如此设十年，后继无形影。师告众曰：野人作多色伎俩，炫惑于人，只消老僧不见不闻。一伎俩有穷，无不见不闻无尽。唐宝历元年，世集而终。松月安国师法四福仙人简禅师落金福仙四人简禅师，自嵩山罢问放旷。